从去年开始就一直盛传要复出的林青霞，吊足了众人的胃口。这个琼瑶阿姨眼里最美的女子，张曼玉、巩俐等一众女神级明星心中的女神，以一双纤尘不染的大眼睛倾倒众生。近日，林青霞继女、现年25岁的邢家倩于黄竹坑开办幼儿学前教育中心，豪斥千万装修的校园也已竣工，准备在4月正式开业。向来视对方如己出的林青霞，虽然近年来已养尊处优，但为力撑女儿创业，近日也多番在微博留言，并上载网址卖力宣传。她写道：“女儿创办 BB Garden， 教学模式提倡学习不费力，呼吸般自如，是不是很棒？”随之受到网友一致支持。母女同心，邢家倩当然不敢怠慢。自2009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社工系后，近年担任海南省政协外，也替父亲管理仁爱基金在海南的公益项目，热心公益，却并无接管父亲公司的打算。身为创办人的他，日前大搞介绍会，招生稀客，全程满场飞，亲力亲为，相当认真，十分有林青霞当年的风范。